妹的妻子吴红深入高雄眷村，两派人马当他的面叫阵，有人喊韩国瑜，另一边就大声挺陈其迈。吴红老神在在，按照自己的步调拜票。不过同样都是女性，对于陈菊被吴敦义暗喻是母猪，吴红相当不认同。我觉得任何对人的人身攻击，尤其是长相、外表、体型，这些都是很不应该的。我们并不能够说啊，我们只喜欢正妹，她要长得好我们才喜欢她。所以对这种人身攻击，我是觉得很不可取。我觉得不太适当，不太适当。这个可能要问我先生，这个部分他们可以来做回应。韩国瑜的太太必谈敏感话题，选战倒数计时，两人都打夫人牌，夫人牌果然奏效，吴红走到哪里，摊贩就欢迎到哪，抢着跟他拍照。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艰困选区，你要知道陈其迈在这个地方选了三届的立委，所以对这个地方我们是很熟悉的。扫街比的是对高雄的熟悉度，吴红这个在地夫人出马，多受欢迎，摊贩的热情全写在脸上。三立新闻吴成斌、陈嘉文高雄报。